今天给大家讲几个非常诡异的广告，请看之前啊，大家都做好准备。我讲的顺序呢，是按照它的诡异程度啊来排名的。那在第一个广告中呢，我们看到啊，这个里面的小孩都非常的害怕。那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他们身边的家人还有路上看到的人全部都变成了非常奇怪的样子。那最后广告标语出来了，这是当你喝醉时孩子们所看到的。这是一则反儿童暴力的公益宣传片。